今天来讨论营养色彩学如何。白色、灰色的类黄酮，黑色、黑色的花青素，绿色、草绿色的叶绿素，热情的红色、红色的茄红素，黄色、黄色的类胡萝卜素。美国加州在1988年时提出一日五蔬果的观念，每天至少要食用五份蔬果的饮食习惯，改善运动 ，Five a day。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在全美各地扩大宣传与推广。视觉缤纷、营养补给的 Color Food， 五种副原料与维他命 C 粉，120毫克一次满足。需要补充维他命 C 的您，爱多美维他命 C 粉帮助维持您的健康。爱多美在纯白色的维他命 C 粉中加入五种副原料，能同时摄取黄色、红色营养素，温和酸味中带有香甜芒果味，老少咸宜，方便补充维他命 C。爱多美维他命 C 粉，人体必需营养素维他命 C， 身体渴望的色彩。建议食用爱多美维他命 C 粉，增进体内结缔组织的生长，促进铁的吸收，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。一天一次营养补给，爱多美维他命 C 粉。爱多美，帮助维持您的健康。